有哪个字认不到？我教你。对啊，龙啊，像哪个念哪个是吧？对啊，认字认字认半边，你不是这种这个原理吗？不行啊，要是一百的吧，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斤，你还拼的？我是个努力的 VJ， 我非常努力当 VJ。哪里努力当 VJ 了？每一秒都在看他打球。我是一个不合格的 VJ， 哭出来，哭出来，记得到，赶紧到！哎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，快过！三轩哭出来，我叫他爸。VJ 太难了 ，VJ 太难了。我们要采访一下阿玛。走吧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是找到了，往外凸一点的感觉，这边上的可以拿刀给杀，刀在那旁边的拉的附近。对不起，你的全部我打过去，我就作为一个漂流在时空。你们俩在干嘛？好，现在我来采访一下贺跟翔哥。那、啊、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啊？今天我手上的是什么？是棒球。这是东西。第一次拿棒球棒吗？也不是第一次拿棒球棒，只不过今天在拍场地找到这个东西，然后玩了一下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哦，你呢？我吗？烤肠。烤肠啊！烤肠真香。真香。还有那个篮球框，那个篮球框是真的啊，那个太好打了，我都可以扣。什么意思？真的可以。嗯，对。今天的拍摄也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睡觉了。Yeah. 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也结束了这美好的一天。对。好的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